早晨天未亮，就是三点多，慈济人就接到了信息了，大家互相呼应，慈济人快速的准备了饮料，那给他们水啊、饮料啊，一大早给他们的早餐啊等等，就开始展开照顾这一群呢打火英雄，还有呢家属，有的家属是得到信息赶来的，那有的呢惊慌惊惊逃出来一无所有，害怕恐惧啊，逃命啊，仓促之间可以想象，所以慈济人就赶快到了，发挥出了安抚、拥抱、抚慰、供应他们所需的，或者是呢，天亮了，知道他们安置在哪里，慈济人就到哪里去帮助、去抚慰、供应，真的都看到了，很感动啊！这叫做人间菩萨。